我陈念祖，当当一个男子汉，明明就已经跟你结婚了，煞去爱着别人。不过自从我跟你结婚了后，咱两个人并无发生任何的关系，而且我又去爱着别人，所以我决定啊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实在真歹势，请你原谅我。 真好，真好，我甲恁祝福哈，赶紧帮我煞，莫过来找我吼。你稍等下，你遐尔简单，就答应要离婚哦。我讲真的，我嘛真正冻得袂调啦。哈？我敢有才歹着哈？啊，搁有一句话，我想要甲你讲啦。较紧的，只是让我欠你的，后世人吼，我才搁还你啦，吼。 咱即马已经离婚啊，咱以后吼，财务高，最无留好。嘿，小等下。安怎啦？啊，恁应该袂去找嘉兴的麻烦吼。袂啦。啊，那你给我一个证明啊。要安怎证明？啊，看要去找师公，还是托你讲做离婚的证明拢会使啦。当良作，真正是互你气死呢！你当然会去找你戆的子孙哈。 啊，讲尴尬，啥物地带啦？规定吼，你就是爱画一个证明啦，保证讲吼，你绝对袂去交了我甲嘉诚。好啦，我老实甲你讲啊，我会甲你斗相共卖厝吼，是因为我是恁家的嘉诚，恁陈家的嘉诚，我住伫恁家迄个翕相机内底，安尼你听有无？嘉诚，翕相机，你甲我骗？ 今仔日十五月二，暗时12点的时阵，你去摸迄台翕相机，迄有啥你拢知影？拜托啦，巴肚就枵的，帮我去食饭啦，放手啦！